按时我就甲拼嘞，拢无要紧。来，我看这个人客，给算你给他拼，给他贵了拼，大底算你就给他拼。我来讲，今仔拢互你物超所值。啊对嘞，来，可以啦。今仔你看要坐一坐，坐住你的棍仔，看要坐一坐。来，算你今仔要请的人客。干掉你吃，一千面、八百面、六百面，今仔日了，先给钱的五百，上面就要收。来五百。不要大地，果恁老人，这地要送你收钱。这地够你，这地够请你，这地够你。我相信我大家拢安尼白，暗过今仔落雨，这地免钱，来五百了。好。你搞出价啊？又要出价啊？我拢五百了。你拢有希望收起来。今仔日啊，人工也无安尼啊，还是今仔落雨，欢喜了，你欢喜了。来，哎，看到坐过一堆啦，赶紧看到坐过一堆啦，啊，无坐咧下骹啦，坐咧遮啦，来啦，看你咩货啦，再来想办法啦，唔通我来教，再告你啊，我来讲啊，这五地要省钱啊，这地告你啊，你若袂今日买啊，连单无安尼买啊，我办过，我就算你个无，我家地咧只大地，求水票当退钱，再告你个。你看人家市场，咱今仔拼上来，是搁八块六分了，你买你买啥？是搁搁八一千个啦。看你拢无啊，人家最后一千块要叫你买无？最后一个五百，上面是啥？最后一个五百，哇！你真正会当买啊？我唔知好笑的，你有买无？我有买啊，嘿啊，真正无爱买，我真正妈咧个，哎，我还讲你无买，算你个机啊无用，买着你赚着，买着你赚着，机啊乱上买啊，鳕鱼，算你有人要吃无？两百有，来啊，快点。来，要买啥？你要点？你若介意，你看 YouTube 的啥，你就看你食啥，你就讲，我就送互你啊。今仔日无要紧，明仔落雨，我先收起来。过来要食啥？要吃什么？你哪位想要我讲的？你哪位想要讲？鸭肉丸子。鸭肉丸子可以不？菜可以不？你要一包来，菜可以不？其他人可以买一包。你讲我伊若无好食，伊讲我要买一包，就是好食，伊才买一包。啊！你冇买过，你唔知阿妈讲话好食，你唔要买一包。人工你若买一袋，你就想要咧来买一包，三百、五百蚊一个人买一份，一包咯。来一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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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我算你都给几分呢？算你都给，算你几啊？五，八十来，你讲这一百都要下咯。一百几来，我两个。来，你包三五分起来，家己找所在，买下黄金，再你买全部。来，算你上面搁五百。听着，咱今日拼来了，买四分啊！你看哦，林刚我是无可能看咧卖啦。来啊，四地哦，你啊，五地六地啊，最后迄三地机啊，我恁买买无啊？够一箱啊！这三地机啊，我男女你买一买啊。OK。前面啊，过来要食啥？一箱啊。一句话就好了。谢谢。我要吃啥？给那边的啊，我另外一方面。啊？赶快卖掉的啊，对不对啊？啊？赶快卖掉，不然再搁一箱啊！啊，我今仔日做这样，用起来路拢加一袋上去，等于加一袋六袋，好啊。二幺五，你要偌济？是讲讲的，你讲无安尼，一个路你我加一袋哩，就是六袋五百就对啊啦，给那边的。3000。你哪算你？你要三千啊？安尼今日无加哦。无啦，讲笑啦，笑。伊迄个听着今日收价加两千五啊，才五百。那这毛你甲我斗袂起起好无？两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好啦，这一千块就够了。你来送一千二也无了，从三千来了，一千二也无生产，啥二拢无啊，全部拢我利用一千二也无。无啊，今天两拢用不了。好啦，要食啥？一千块。爱食啥？你甲我讲啥？我若做会到，我尽量做，你只要保证。是，我来讲，鸡腿甲开起来，其他甲撇撇。鸡腿。哎，来，你家注意，只要以后别莫歹做嘿。后壁伊嘛歹做啦，今仔鸡腿只要你甲我买两百，人家全部都加两支哦哩。啊，为啥物原因？因为天气的原因。
这个鸡腿我上月大家买，大家学咯。我来讲三大鸡啊，拢做唔免，今仔一句话要吃，两把三要吃两把。一只鸡腿两只，三只二四只五只六只七只八只，这八只鸡腿内底其中一只装着骨头，两只退钱，今仔买两把这两只免钱。那你问这个老主顾啊，真正无你安尼买两把三要吃，真够好吃，真正做好吃，看见买两把。两把两把，鸡腿三要吃两把。美女，你要吃鸡腿吗？这个鸡腿真的非常好吃，因为它是泰式柠檬的烤鸡腿，它是有柠檬的口味。我给全部人家都买一把了，来，全部买一把，全部买一把，全部尝鲜试吃一把，好多，全部买一把就好买一把，全部买一把，一把美女给你哦。大哥，小哥，你好。大哥，小哥，你好。我包，我包。你今天在低收入，一百块。一百块买啊，老表，今天买一百。你要吃小弟了，一百块。来，我一百。最后都觉得一百，只要吃一吃，买一买，随便卖了，一百块。他今天没给力了。一百块，我最后觉得我来困球，我来包啊，卖我老媳妇，一百块了。加油来刘月仪去啦，刘月仪，阿爸王你给钱去啊？对，你看懂没？来阿爸王给钱。我两边吃阿爸王的嘛，一百块。拢有啊吼，就是。因哥有想要吃啥无？你有想要吃鲑鱼的去啊？对，想要吃我就配合你吃。鲑鱼。有两边吃鲑鱼无？鲑鱼无让你平的啦，笑的啦。鲑鱼贵双双，你鲑鱼就平。来，来手配下，对，配下。化妆店变一千元，今日都变一千元，你吃。先给钱先啊。我是跟恁请教一下，恁家有沙拉鱼的手艺啊？对，沙拉鱼的真侪，恁家敢有？有啊，这个你上啊，恁家敢有沙拉鱼？恁家敢有沙拉鱼？有沙拉鱼的，今仔这些我上啊，恁家。行啦，这些你也要煮熟啊，有没沙拉鱼？啊，这些要煮熟啊，有没沙拉鱼？这啥物恁知无？这叫淡淡鱼条而已。我再甲你保证一项物件。我这只蛋蛋鱼是大只的，第二个重点，只要我的蛋蛋鱼内底一只，凊彩一只无两毫啊，两字全部包来银行，我钱了你。一个人拿二十只大尾当的，卖了你开三百五百得嘞，我头家个人搁加五只，二十五只，唔好安尼卖，先加钱了，两百了。两百了。两百三百只。来两百三百只了，二十五尾哦，唔好你卖二十五尾哦，看你卖哦，两百块三百只。两百，两百。个人只了而已嘛，二十五只。兄弟，你后边包几张？来，再后边我来对了，我有去听你后边打米咯。来，阿姐，我来讲，你看阮从店面听到二十五块就对了，我无你卖二十五块有人啊，因为我看钱，你知无？啊，今仔日这个天，我后边会当作现金去买就好啦，吼，真简单，真单纯，三只、五只、六只、七只、八只、九只、十只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。来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，哦，我从来无你卖二十五只啊，因为咱这叫做母的也贵啊。我买两百的无，就迄个大母的，恁无买两百，人家干那搞买一百，咱去试看卖，先看卖，十三块二，你看多少？三三九、三三九、三四十二，哦，十二十三，我嘛不买，送我一百块，买公只，我就要想你啊，你有听买什么只？够买一百的无？一百哦。就迄个还有没有人要一百块？无买来啊！好，来我计较好了，收起来，收起来。来，有人要吃这个无？来，做香炉。来，你收起来。来，你看，伊是三箱皮个，伊三箱一只三个人皮只，一只皮个三箱两个人皮箱。来，听好，你若当买着人个，我拜托你卖个买。哦，你留一半人家买，哦，想要买啊嘛，你就留一半人家买。我拄仔今仔日一套价落了，一个人家老主顾随便两份，这啥物恁知哦？这叫鲑鱼尾段，这地方的拢无甲你包冰，三种料理煎的、烘的、煮米色汤，有够好食，好食，鲑鱼拢无包冰，阿妈。今仔日一地、两地、三地、四地，一个人我搁加一地、五地，唔免一千八百、六百、五百，拢总免，干那今仔日啊，先加钱。
沙发了，来沙发，沙发。今仔上午加一块，上个零工无人加啊，路你加一块哦，你四块你买袂着，五块，你五百四百沙发，这伊啊要求好正，这块叫高于个阿爸，啊四块今仔就加一块上个沙发，那边今仔这有零工的四块啊，有人叫做大块哦，零工无人去加一块哦，你呐，沙发够多只哦，沙发，三百块算说你买一份好不好，算说。我买了，我买就好了啦，我买不了就完了。他几个来求婚啊？